队友是完全不来呀、哇，太难了，你就很皮对吧，不用队友都没事。又是这个店，还好好在把他打死了，如果说他提前五秒这个闪没电的话，我这波我又崩了。不过我这个队友没来啊，我扛压很关键，队友那边顺风了，然后我这边也单杀了。体型这么大，吓我一跳！你吓我一跳，你知道吧？啊，你知不知道你吓我一跳？他又想要推我的塔，交给猴子了。这两个兵不能丢。打打打打打！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！别怕，别怕，不要慌，不要慌。他血很残，讲道理，我没大招，队友不过来，我很想要他的人头。这诸葛亮玩的比较灵魂性啊，比较有灵魂。他应该有看到吧，一会儿不会跟我同时出盾吧。你不要出盾哦，我出盾。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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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个人头很舒服。你不要出救赎啊，我出救赎。保护我方防御塔。他只能出一个被动的，不然的话，这个主动的这个辅助装的话，一会儿他会用掉了。保护我方防御塔。对了，十二点过了。大家该叫荧光棒了，不要忘记了，牌子别掉了。太久没播了，咱们的亲密度啥的都完全掉到不知道哪去了。我说了要推你的，一刀，对吧？我闪现了，不然的话我要推他进塔的，推嬴政进塔是最爽的，完全没位移。晚安哟，我要睡觉了。好嘞，晚安晚安晚安。开始撤退。祝您睡个好觉，祝您做个好梦。你咋这么皮呢？嗯，别急，这都闪现了，这么着急了吗？这么怕我了吗？纯白的声音太催眠了，我现在都声音变得很粗犷了，好不好？都以前比较催眠吧，现在没那么催眠了，对吧？所以我比较适合深夜的，大家可以听着声音睡觉。你没闪现了，我知道。120秒嘛，对不对？兄弟，来不来玩？没事吧？我的刀可比你的刀要大，虽然说需要三英战吕布哦。他会不会给我出个暴击啥的？一刀我就要我老命了吧？鲁班也不过来呀、讲道理。鲁班来，我直接把他踩下来。来，鲁班，打他，我退回去给你。别急。来，鲁班，搬，他人家真伤的。哎呀，闪现，可以。有点小东西啊，这吕布有点东西的。哎呀，我的妈呀！鲁班被锤爆了。鲁班很难受，被四个大汉追着砍。
罗班太难了，我是跑了，我回家了。来来来来，我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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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也来来，我的，别走了，别走了，送你一程。哎哎哎，可爱，对吧？很可爱。不要首选，不要首选嬴政。关羽天克，正常啊，关羽天克就是说这种没位移的中单，对吧？很脆。然后的话，射手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，一刀两命，对吧？是不是算一刀两命？一刀。不要捉急。目前啊，我们的经济跟伤害的话是匹得上的，稍微弱一点，后期还是得靠这些 C 位。追我？你真要追我？哎呀，我的天哪，在这等我呢！不闹行不行，兄弟啊？能不能不闹？闪不闪？鬼谷子轻生了吧？啊，是不是？啊，你也得死！你走，一刀！别闹，朋友，朋友，朋友！兄弟们，911送给大家啊！就那么一瞬间，对吧？趁他这个助攻还没拿到之前，我就先送给你们了啊！你们自己没看到就不能怪我了啊，对不对？连续两把送了911，你声音为什么跟以前不一样了？对比一下，你觉得是不是 man 了很多？要长大的嘛，对不对？年纪越来越大了，那声音肯定就越来越成熟了。没有，主要现在说话比较有力气了。现在身体倍棒，发起进攻。唐瑶，唐瑶，唐瑶，你还是得死！别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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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死不掉，死不掉！哎，来来来来，追我，追我，追我！小老弟，猴哥，你这么怂的吗？直接干掉他不就得了吗？想要我们的马儿跑得快，得适当的喂他吃吃草。你看我们这头马在草丛里面，它是可以吃草回血的，跟别的英雄不一样，你知道吧？纯白，你长大了要学会不让人提醒，提醒充电。没事没事没事，我现在玩得正起劲呢。你们知道的，我这个老爷子机啊，这个老手机啊，它很耐用，你知道吧？用了好几年了，它很耐用，跟我有感情，他懂我，你知道吧？他懂我，不会随便给我关机的。嬴政来不来？来了个鲁布，啊，鬼谷子那就有了，我的躺着真舒服。一会儿他妈就怼死你，你搁那嘚瑟呢？一会儿吕布起来就不是这样了，哦，是吗？就吕布那么呆笨的一个英雄，他有我关羽灵活吗？发起进攻，怼他！向那位顽抗的公子致敬。一点经济都不让给他，看他怎么起来。呀呀呀呀呀！他很想杀我，跳大了。咱们往后来，往后面来，兄弟们，上上上上上上上，来了，老弟，哎，来，还能来，都得死，别拉别拉别拉，小弟，一刀，牛逼，还能切，这一波怎么样，兄弟们，值不值得？点个关注，点个赞。低调，队友低调，低调低调，咱们是那种高调的人吗？哎，对吧？很需要低调，太高调不好。别闹，好吧？
没有国服，最多就省一，好吧？广东省省一，没国服，骚包。老弟，这两个我都要了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你跑，你跑！哎，香香，哎呀呀呀呀呀呀！别闹，别闹，别闹，别闹！你追得上我？开玩笑。哎，来来来来。嘿嘿。哎，这位兄弟牛逼。差一点点，哎，漂亮！鲁班站起来了，这一炮，猴哥嗝屁了。这哥们牛逼，这哥们说，我妈问我为什么跪着看视频。你跑，你跑，我让你跑了吗？给你一脚，顶一刀，怎么说？兄弟别跪，好吧？有没有人扛塔？你那跟没赢过似的，我说了要在泉水杀他一次的。刚直播间有一位哥们，他说我妈问我为什么跪着看视频，你跟他说老师罚我跪手机。这一首关羽值不值得大家点个关注，兄弟们，输出还是最高的 MVP， 差不多14.13.9的评分，17-1，觉得靠不靠谱？全部都是不同系统的，全部都是。